万善同归。真正懂得这一句，你就晓得修善。什么叫真善？什么叫大善？什么叫究竟圆满的善？念佛就是善。求生净土这一念，善中之善，没有比这个更善。劝人念佛是善，宣扬净土是善。啊，为什么万善同归？三根普被，凡圣齐收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三根是上中下根。啊，上上根人，像我们祖师大德当中的善导、用民、智者，上根呐、啊，啊，下根。我们先前看到的啊，许多阿公阿婆，你问他什么叫菩提心，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念佛，只知道求生净土，清净弥陀。欧耶大师告诉我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，通心都能成就啊！啊，凡圣齐收，啊，圣菩萨文殊普贤，啊，弥勒菩萨都求生净土，都在极乐世界。啊，凡是六道凡夫，不但天人有份。地狱恶鬼出生都有份，为什么？阿赖耶识里头都有阿弥陀佛的种子，都有极乐世界种子，只是烦恼业障太重，他不起现行，种子永远不是啊！啊，三恶道是消业障的，不是坏地方。你造作的罪业总都要消掉啊，哪里去消呢？三恶道消业障，你修的善，修善有福报，那这你享福啊。三善道就享福，三善道是消福报的，三恶道是消业障的。你要把它看清楚，看明白啊。通通搞清楚，搞明白了，怎么样呢？善恶都不造。啊，善恶都不知道，对不对呢？不对，做空了，那不是中道。中道怎么样？造，善恶都造，都不着想，都没有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这菩萨。啊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，为什么菩萨造善恶，造这个贪嗔痴，度众生的，那个人需要用贪度他。那怎么呢？贪到尽头，你看果报不好，哎呀，就觉悟了，回头了。啊，他就用这个方法。你贪，我比你还要贪；你成慧，我比你还要成慧。用这种方法，所以以毒攻毒。啊，叫他觉悟，叫他回头。啊，菩萨有这个本事，这四摄法里叫同事啊。这最难的，我们不敢尝试四摄法，我们只用前面三个，后头一个不敢用。啊，后头一个是化身菩萨用的，这是一定要知道。啊，所以同思，我们只劝人跟佛菩萨同思。啊，不可以跟贪嗔痴同思。我们没有这种能力。
我们跟贪嗔痴同时肯定都三毒啊，人家用贪跟贪嗔痴同时度三恶道，他有这个本事啊，就好像游泳，游泳的高手跳到水里去救人，行啊，我们不会游泳，跳到水里去白丢一条命啊，所以自己总要了解化身菩萨才可以啊，那些不善的恶的行为同时他可以做啊，不是化身菩萨决定不要冒险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